讲着男人劫持妇女，不知道他是什么神话或什么典故。看这个讲的话，从这前面看就是，应该是也是一个城堡，不错。古代啊，也不是说古代吧，萨尔茨堡是一个军事要塞，这边有一个军事兵器，有的也不大。这俩男子还挺逗的，对称的。那个建筑上的雕雕刻，还有那个阳台，跟着这个教堂正在修，挺大的。应该是6点了。小的 fortress， 那么那个大的城堡的话呢，是在这边。城堡，萨尔茨堡有名的索桥上拍照演出的城堡。有点凉，看看这边，这边有一个小的钟楼，绿顶，还有一个小的。吸管呢？吸管在插子里面。哦，插这里。点了一杯bubble芋头奶茶，4.9元。这金色的这个地方是莫扎特出生的地方。莫扎特出生的地方就是黄色的房子，上面有金字。这是萨尔茨堡的商业街，楼上卖一些二流的品牌。我是从那个拱门进来的。莫扎特出生的地方，他在这儿度过了他的青春时期，一直到大舌头，一直到17岁。纽崔关门了，明天8:30开，不过无所谓，看看都怎么样。最近来德国第一次看到乡村的戏，昨天看了一个。估计疫情前也是人挤人，现在人少多了，非常的 relax 放松，很清静。
有一点没人气，但我更喜欢人少的感觉。我的这大街小巷都长得差不多。今天是尖顶的绿底教堂，红底或黑的。traditional 德国奥地利的小衣服哦，这小女孩喜欢。今天是星期天，所有店铺都关门，除了吃的地方开，和一些小的纪念品商店开。在萨尔茨堡这个小广场，我喜欢在一个小城市，这种德国小镇的一个小广场上吃饭，边看街景 ，people watching， 边吃饭，挺好的。现在萨尔茨堡晚上7点，感觉特别冷，像只有60度或55度的样子。他们都给客人每个人发了毯子，不过有的人进洞还穿着 T 恤。穿啥的都有，小伙子也都穿了工底了。这是意大利餐馆，我点一个西部的 spaghetti， 再点一个 salad， 有一些绿菜，准备再点一个酒。今晚上点一杯白葡萄酒，现在他们放起了好听的音乐。有点酸，这个啤酒很酸。刚才在桥头呢。街头音乐家跑这儿来吹了，吹得真好听，喝一口。啊！你这玩意儿在哪里？好，咱俩一样。And I'm here, you can decide. Okay.我们俩点的都是一样的，还是 mix 的，挺冷的，但是我的酒可以有点热量，快喝完了。是吧台的，这是 Hermes 的店，所以这个广场呢周围的话也是大牌店，劳力士 Rolex Hermes Louis Vuitton Omega 手表，我们就是在这个广场吃完的。要忘了那个店叫什么，看一下啊，那个店是叫SPA SSE。 喜欢 Hermes 的丝巾，找一下这个城堡，隐隐约约的。这是龙头还是鳄鱼头？我感觉像龙。欧洲小烫，多漂亮！这儿有小金的。从那广场过来，早上刚才翻了一个跟头。这儿有个金像，我现在向左手接着转过去，金像转回，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教堂。这地方又是萨尔茨堡的一个广场，这儿有喷泉，又走进去欣赏一下这里的喷泉。这里有几匹骏马，马的鼻孔、喉咙都喷着水，你看，很好看，能够感受到它的 mist。把我的镜头都给弄湿了。我和小马今儿照一照。我们是在萨尔兹堡这个 Lady。No, no, it is. We can take it to a place. Oh, okay, you do, you do. Oh, yeah, of course. Yeah, 这个 Lady 她给我照了很好看的相，是在萨尔兹堡最好的广场。Oh.Yeah. Okay. And she's from Venezuela. You're from Alexa. Alexa. Colombia. Oh, Colombia. Who is from Westfield? You, right? We're neighbor. Who is? My cousin. Oh, your cousin. Where are you? Livingstone. Oh, Livingstone. Yeah. So close to. 小马驹。这几天呢，
尼玛我都挺喜欢的，这是羊热的，这起码也是羊的，跟那个鼻子可以跳的。萨尔兹堡，美丽的萨尔兹堡很集中，他们管它叫做巴伐利亚这边的一颗明珠。好，我们从这是那个广场兜一圈，我们现在要从这儿进去一下。这个是萨尔兹堡的一个很大的教堂，但是一直在修整，看它那个上面是阳光，现在是8:40，太阳在9:13就要落山了，但是也挺好看的。嗯，好，现在我过这个门往前走，接着看这个远处的狮子，还挺气派。我们是从那个小拱门过来的。啊，你看萨尔兹堡的这 fortress 就像是木，这叫日照金堡，金色的阳光。哇，这城堡真金色的，绝了。这是必须的，我要跟萨尔兹堡这个金色的 fortress 城堡照一张，太漂亮了，把那人给挡上。这车一过，那个柱子就卸下来了。有什么机关可以控制？刚才卸下来了，这车。金锁都闪闪发光的，再看这边这个大桥，多漂亮！哇，我这手机快没电了。但是远处的城堡现在是变成橘色的，刚才是金色的，它都在照着很紫外手的光线。是9点了，还没完全黑，还有一点天光。这 church 夜晚的 church 也很漂亮，这是教堂。这是我女友上次来萨尔兹堡住的酒店，这酒店看起来比较好。Hi, how are you? 现在是9:50，这是我们旅馆的前台。